转载自百家号，作者体育照明设计师，北京时间8月2日 ATP 华盛顿公开赛展开男单第二轮的争夺，前世界第一穆雷继首轮苦战击败麦克唐纳德之后，再遇强敌与同胞现任英国一哥埃德蒙德同场竞技，最终穆雷耗时2小时32分钟以7-6-4、1-6分球流到4艰难战胜对手，取得复出以来最重要的一场胜利。穆雷是现役男子网坛四大天王之一，他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。作为87年出生的球员，穆雷如今也已经31岁了，这的职业生涯正处在历史的拐点。毕竟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费德勒那样以37岁的高龄还能成为各项赛事的有力竞争者。要知道比费德勒小一岁的中国前一杰里呢都已经退役四年了。可以说网坛是创造奇迹的地方，网球在空中是多方向多角度飞行的，打球的运动员也是多角度多方向以不同的速度运动着的。人眼与网球始终是一个跟踪捕捉聚焦成像的过程，运动员的打球过程就是跟踪球体飞行轨迹和空中定位的过程。根据室内网球馆照明的特点，室内网球馆的照明质量目标如下，在整体上达到球场灯光如同白昼，光色纯白，颜色纯正，明亮清晰，灯光稳定平滑不波动，没有频闪效应危害，网球场照明灯具不产生眩光，没有眩光危害，场地灯光不晃眼不耀眼不刺眼不炫目，保证网球在空中飞行轨迹真实，不脱轨不重影，空中定位真实准确，运动员球打得准打得稳，视觉舒适不疲劳。网球馆照明其应该达到的照明效果指标有若干项，但是从实际运动锻炼的实用角度来讲，对于民间健身锻炼休闲功能的室内网球馆，照明质量水平也不宜采用一刀切式的隐性指标，可以根据投资状况、打球运动人员的打球水平等诸多技术经济因素，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有投资经营者确定，满足使用就是实用的，实用的就是好的。很多室内网球馆照明案例表明，民用健身功能的室内网球馆照明能够把握照明质量，其场馆照明效果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，就能够满足打球锻炼的要求。在网球馆照明当中，目前行业内首推华夏北斗星，华夏北斗星 LED 体育照明系统为体育照明领域带来很多技术革新与创新，更为客户在后期操作和维护运动场地照明节省了更多的费用。华夏北斗星是新一代绿色照明系统，将对周边环境的光污染降到最低，有效防止外溢光和眩光，尽可能减少照射到场地外的光线，为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一个更为舒适的竞技和观赏环境。